老刘让我送发帖的，刘叔叔嫌粉丝有吗？给我送礼啊，总得回礼回多点吧。我哪儿空手套白狼了？暖宝，让他挟持暖宝，暖宝粉丝来不来？不来，暖宝今天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姐，开玩笑的，别打人。要脸脸，汪汪汪汪汪汪汪！离开我！哎呀，这个瘦脸给我瘦的，我脸畸形了。他让我撕票，谁让我撕的？他回来把小狼大卸八块儿。我看到了姐姐，还送花儿。我觉得，哎呀，太累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先笑，我觉得，他去单身赛道，确实啊，他去单身赛道肯定一堆妹妹，就是他想一堆妹妹站到后面，是不是？可能大家觉得。他有趣吧，然后真正要选的时候大家就快跑快跑啊。他昨天在说他找不到花了，他说我跑慢了。啊 no。哒哒哒哒哒哒，粗糙的魅力已经不在了，现在已经没有粗糙的魅力了。现在是什么？现在啥也不是。现在就对，现在只剩粗糙。别这样说，但是他要反击我。咱们不说别人坏话啊，不要在别人不在的时候说别人坏话，万一到时候乱传，那我岂不很尴尬？昨天刘谦跟我说那个天阳过来哦，说那个天阳见到小狼说小狼变成大狼啦。昨天我就坐在沙发上，就是还有叉子还有老刘，我们就在说，就是我被说了以后就这样然后叉子就哎呦哎呦，然后我就他们就说叉子如果这样的话，说没有人心疼他，因为呢就是好难过呀。对，突然觉得搞笑女这样子只会搞笑吗？难道